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 Om Guru Len sunset be home.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好，上师好，好，大家好。今天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四坛了，将会还有一坛。今天是观诞，农历二月十九，所以现在进行的这一个主尊呢、啊，这一尊是四位观音菩萨。好，我们以观音菩萨为主尊，四位。上一坛是如意轮观音菩萨，然后再来呢？白不是最后，最后是白。第一尊是高王观世音，好，都是以观音菩萨为主。那么现在将进行四位观音菩萨。师尊有传过因供法，你们有谁做过？有人举手，因供法，好，不是说很多人做过因供法，上供下施，以四位观音菩萨为主尊的是最好做的，最好做的。所以呢，这一尊菩萨很慈悲，知道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冤敌债主、小人、缠身灵，啊，这些种种，可以请他来帮助化解，啊，来给他超生，然后再来就大一点的供养，啊，就是用附魔，但是附魔的条件不具足，那就是用烟供法，啊，就像我们这样烧烟的烟供法，啊，特制的一些烟粉。啊，就这样照仪轨去修，啊，来上供下施的给佛菩萨，啊，但是呢，大家要懂得修啊。师尊传下的法，每一尊法，每一个法都非常的感应。啊，有机会自己有条件做附魔，那就做，因为附魔你可以看得到比较大的供养，啊，东西都准备的不是只有小小的，啊，但是啊，就是说没有这个条件，那就可以用供。就求天狗，好，我们现在开始了，好，开始了，祈求四位观世音菩萨慈悲放光加持，佛光照耀，灵光加倍，啊，神光庇佑，下降受供，让我们这一群真佛宗啊皈依的弟子，在这样子的一个乡下偏远的地方，仍然不畏风雨，啊，仍然很有心，啊，一直坚持。这一个将近一个月来，啊，每天都是四坛、三坛、五坛、六坛这样子赶，啊，希望能够做一百零八坛，希望能够做一百零八坛来回向。今年的啊，自身及有缘众生，啊，同样住在这个地上的众生，都能够一切的灾业能够消减到最低。啊，感谢观音菩萨，感谢师尊诸佛菩萨。好，我们开始了。观世音菩萨是要习真怀珠的心愿，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你想习斋你也可以，好，叫真意，因为他都可以。好，高王观世音他是代表七佛七如来的身份的，他无所不能，所以就是看个人因缘，这是师尊的慈悲，不然就是以一种颜色为主就是了。像我们八大本尊都有它的颜色种子字，但今天啊，这尊高王观世音菩萨他的种子字，师尊慈悲示福给大家，习真怀珠都可以。习真怀珠看行者的意愿心愿，要以啊哪一个作业啊这个祈愿来做主。那因为师尊啊他个人，他是那时候传这个法的时候是穿白色的衣服，啊，白莲花童子，他觉得什么都是消灾最重要，啊，解业最重要，除障啊，当然有蓝色，但是呢，消灾解厄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观想要习灾的时候都观想白色的光，也就是这个意思。那就看你们个人了，啊，就是看个人的所求。好了，我们现在将要修今天的第二坛
父母供养，也是今天的观音系列的第一尊。我们今天将有四尊观音菩萨的父母法会，第一尊选高王观世音菩萨为首座，然后再来就是哪一尊？是如意轮观音菩萨，然后再来就是四倍观音菩萨，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主角白衣大士如意宝珠观世音菩萨。因为一年每一天都可以拜，可以求，可以结缘，但是一年要正好遇到这三天，世尊特别讲，就是这三天修他的法，求他是特别如意吉祥的。所以呢，这么多的观音菩萨，世尊特别提出来讲，那么我们就修白衣大士如意宝珠为最后的这一个结尾那今天就是庆贺每一尊菩萨，都庆贺他，庆贺他圣诞快乐。不是就只有白衣大士才是他是观音菩萨，每一尊。所以现在从高王观世音菩萨开始，我们就庆贺他开始了高王观世音菩萨，大概是除了师尊传授的那一天以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因缘来供养他了，没有特别以这一尊的名号的观音菩萨来供养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来跟他供养结缘。很多真的佛菩萨都是先结缘供养过以后，我们看哪一尊的缘分比较强，那么大家可以继续修，继续再结缘，继续供养。那高王观世音菩萨，感谢您了。你看他特别不一样，他是头顶着七方佛和七如来七尊佛的七佛的，所以他的宝冠是七位如来在他的头顶上，他是代表，他是化身的。所以我们感谢师尊的传导，高王观世音菩萨非常的灵感的，很多很多人念他的高王观世音真经，很多的感应。所以有人问我这个至少要念一千遍，那么他有念一千遍，只是每次修法才念那么一遍，那么一千遍皈依了三四年应该也念完了，这样算念完一千遍吗？你们说可以，但是呢，如果要专注，就是多准备一点时间，就专念那一千遍，不要一天一遍，或是几天修一坛法再一遍，或是参加法会再念一遍。那一种的心念跟你专注念一千遍是不一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也一定不一样的觉受感应。所以呢，如果没有专注念过一千遍高王经的，那么你们可以试试看，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专注的机会，一千遍怎么排练出时间来练习？曾经有过一个生肝癌的人，带着太太跟妈妈来问世，那时候他还没皈依，那么我就叫他念高王经一千遍。那时候他的肝癌已经像拳头这么大了，那个肿瘤，医生开刀打开来，那个肿瘤像手掌心这么大，医生又把它缝起来，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肿瘤不可能医了，不可能做任何事了，所以就叫他回去准备后事了。所以不知道谁介绍他，就来到紫莲堂问世。这位男士才33岁，长得非常的英挺，事业非常的成功，刚从一个高级的工程师的公司里，最首席的工程师，自己下来自己要打算开自家公司，就发生了这个肝癌的现象。刚生了一个小孩才几个月大，有三个人就在你前面很虔诚的合掌求你救度。那我一听他讲，
一个拳头这么大的瘤肿瘤，我就跟他讲，皈依吧，三个一起皈依，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皈依。妈妈如果要帮儿子的，太太如果要帮先生的，一起来，自己念一千遍，妈妈回向一千遍，太太一千遍，总共最少有三千遍的力量，至少还能够帮助化解，产生感应，一起。所以他们三个跪下去皈依，然后叫他们各自回去一起念，每个人一千遍，但一起同时再一起念回向给他。我要他们一个礼拜念完，还不是叫他们三天内两天内，是一个礼拜一千遍，每个人一千遍念完，然后观想啊，高王观世音菩萨啊，佛菩萨放光照他的肝，观想那个肿瘤啊，一个拳头大的肿瘤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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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缩小到最后没有，我叫他们这样做，然后喝大杯水，就是这样，啊，给他几张小柳符。一个月后，他又出现了，他拿照片给我看，那个肿瘤不见了，非常大的感应，医生不相信，完全没有人相信，一个手掌大的肝肿瘤不见了。他们说，他们在我所说的时间内，一个礼拜念完一千遍，他们又加念了，一个月后来嘛，又加念了两千遍，所以一个人等于念三千遍，他们念了九千遍。去检查，没有了。哇，好开心哦，我好高兴哦。好开心好高兴，我可以看到那种表情，三个人那一种开怀的表情，好乐、哦、然后从此就不见了，这个人就从此不见了，去忙他的新事业新公司，半年又出现了，戴着面具，整个皮肤是灰色的，希望我在跟半年前那样子的神奇力量救他。我跟他摇头，没有办法，老天给你感应不是终究永远是这样的感应，是引起你的信念，给你这样子的感应就是给你一个信心，说你走这一条路，你修这个法，你念这个经，你做这样的事可以改变命运的，可以好的继续下去，而不是一次感应保证永远的，不是的。如果不勾起你的这一个感应，你怎么会投入这个精神呢？所以老天都是给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再来就靠你自己了。神力显现只是一时，没有办法永世的。结果你跑哪里了？去做事业啊，因为新自己的事业要赶快，老天给我机会就是要赶快把他事业公司做起来呀、啊。你说呢？身体已经不行了，尤其是肝不行了，你还去做事业，而且自己的事业是更拼命，自己知道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上的限制，更加的要拼命的做，那肝就没有休息，更加的问题了。他还能支撑半年呢，那时候医生跟他讲一个月的生命还能够来支撑半年呢，等于七个月了。我就说不行，他说用什么方法都好，你说多少钱？我说没办法，我就跟他讲，你现在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同修的时候出来见证，见证你曾经念高王经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应，再出来跟大家劝说，不要跟我一样，老天给了我一扇门打开，但是我关了这个门了，告诉大家，不是青春，不是年轻，不是聪明天才，不是你怎么样努力，你就可以照你心中所求，
他才33岁。请大家保重健康，请大家认识生命的意义。如果让他再重新再来，他不会一心一意只追求金钱，追求所谓的人生的前途。他现在要走，他自己知道没得救，因为他戴面具讲话，因为怕细菌影响感染。啊，大家在一起的众人的地方最怕口沫细菌感染，更加的会有问题。他出来拿着麦克风讲，当机器人那样，麦克风这样讲话，好重的一面面具，防毒面具的样子，我还记得很清楚。教大家爱惜生命，然后呢，合掌，然后就走了。那没多久就去世了。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讲将近30年，看太多，接触太多，听太多，心中非常的感触，非常的感触。有的没有的，都是人，都是一条命，就是这么一生就没有。有的可以活得非常的好，有的就活得非常的遗憾。怎么样活？看自己。当然前世的因果没有办法避免，但是仍然还是可以看自己怎么做主，怎么决定。因为今天我们皈依的是得证的佛，是原来的佛，道庄入室显现因缘在教大家的，可以的，他可以改变给我们看，我们照他所教的去实行，我们也改变了。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者，我们也改变了。昨天在讲的，因为一心的投入的功上面，忽视了自己的家人小孩，所以我在那个大儿子身上历练很多经历，你们所有遇到的都没有我遇到的多。就跟谁讲呢？你不是上师吗？你不是有神通吗？你不是有法力吗？你不是怎么样吗？怎么你家自己的小孩这么多问题呢？你家怎么这么多的灾难呢？就跟谁讲？没有办法讲，这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出来的。不讲前世因果，自己没有专心照顾他，自己没有多余的爱心耐心在他身上，有一天他蹦蹦蹦在我问世办公室外面敲门。好，开门了，妈 hurry up， 赶快赶快，妈赶快赶快送我去，我要比赛了，赶快。我说你没跟我讲今天你要比赛呀，因为那时候他还不能开车，还没有到16岁，都是我接送的，或是周师兄。我说你没有跟我讲你今天有赛事啊，我现在一堆人在问事，我怎么走啊？那时候也没有同门义工来帮助，也没有法师，什么都没有，就靠我一个人面对他们，我怎么丢下这样几十个人，3、4个人这样带着我儿子去参加比赛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而且前面还有一个老太婆在那边发抖，你叫我怎么样丢下？他说等一下，等一下再抖，等我回来再抖，然后我等一下再加持你，等一下再痛，不可以呀、啊！所以我叫他自己想办法，赶快去啊！他说只有半个钟头了，赶快！他又是一个很重要的 quarterback 啊，什么这个后卫啊，什么什么的，你叫我怎么办呢、啊？他说他一直打电话给我，把电话关了。当然我问是当然电话要关啊，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困难，所以我就不理他了，我就问我的事，他最后怎么结局我都没问他。这种累积来的不满，累积来的怨气是我造成的，是我自己个人要自作自受啊，怨谁呢？
所以他的暴气发作在你身上，这自作自受的结局。你怨什么？你跟人家讨什么恩人恩德人情，为你们，所以我怎么样？他不可能啊，自己要认知啊。你走这一条路，你自己就要知道，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金钱，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一切，你才能够全心走下去。这是师尊说的，要走这一条路，一定要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金钱，没有自己的一切，你才能够走得下去。以前师尊教我们的时候这样子说。那么容易吗？修行不是那么简单啊。你要走得出来，要跟祖师这些佛菩萨诸尊一样，你就要学习他们，他们全部都是为众生的，没有我，全部都是任众生所求来满众生的愿的。有谁去关心过他？你的家人，你谁谁谁怎么样吗？没有人去想他们有家人眷属的，通通只有跟他求啊求啊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有谁去关心啊？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他自己首先先把自己抛出来才有办法。所以我历练这个过程可以讲非常宝贵，所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丰富经验，我就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提示劝导。我的情况比你更糟糕，我都走出来了，我能够用同理心感同身受去劝化他们，我都能够放得下，是不是？然后我用修法的力量来回向给他们，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条件来教育他们，来爱护他们，结果该呈现的业障，我用修法、用功德、用任何的这样子来弥补。真的，所谓的灾障，就重转轻，大化小，小的业报就化解到没有。这是真实的。今天，啊，最叛逆、最拒绝、最恨的小孩，终于他有一天来跟我讲，妈妈，非常感谢你没有放弃我，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都没有放弃我，仍然还是一直站在我的背后，永远关心我支持我，非常非常感谢，我有今天的一切都因为有这个妈妈。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就是阿嬷跟妈妈，阿嬷走了，现在就是你唯一的一个，所以呢，我永远感恩。哇，你知道吗？他去年回来台湾跟我讲那个话，哇，我整个屁股都翘起来了，我就过去抱抱他，拍拍他，都是修法回向来的。我就跟他讲，他说啊，又来了。我说是的，你也不管他讲什么，我就说修法回向。就是就这句话，修法回向就是一切。所以你们问事，我第一句话就是四个字：修法回向。因为我自己从中得到太大的法益，太大的利益。小孩子能够改善，你要知道多痛苦的一个过程。真的，一个小孩子又是男的，不是女的，男的。又壮又高，又练武功，又打美式橄榄球，你知道那种身体、那种状况、那种暴力起来是什么样吗？那种破坏力是多强吗？我们不细数那一个破坏力，不是只有枪、刀、手、脚都来，多大的破坏！我们这样都能够一一的这样子度过，你想想看，
这个魔障要下来，进到你的家人身边，要阻碍你的修持，你仍然还是这样子的走，为公不为私。你的这种坚定的信念，那真的是一关关来的，这不是去想象中，你要遇到你才会相信。所谓的精神病那种发疯，那小 case 啊，那种发疯起来，那种爆炸力起来。我记得他曾经来过这个中心，我们的连桥法师看到到现在还会有什么余悸是啊？啊？余悸犹存。余悸犹存，他讲好可怕，看到他。好可怕，你知道吗？好可怕，因为太大只了，像熊一样，你知道吗？念到那个肌肉，哇，脱下衣服，你看了好可怕。已经念得很大了，还要再加强吃那个什么，让肌肉更大，多可怕！穿那个衣服，哇，那个肌肉。对不对？真的是完全就是一只黑熊，一只熊啊！那个后面人家说什么虎背什么熊腰虎背，哇！你知道吗？6尺3寸，193公分，那走路完全就是在打橄榄球的姿势，那就是这样走，你知道就是这样，那么宽那么大。就这样子一拳过去你就弹到很远了，这是真的啊。已经是打这种美式橄榄球就天天6、7个钟头在练了，举重400磅，450磅，那最高顶举重到480磅。他曾经把我抓起来这样子弹，我这么重的人呢，吓死我了，他在跟我玩呢、啊。他让弟弟妹妹手这样子荡秋千呢，生了一个这样的怪物，你有什么办法？那谁造出来？又是我们。每次啊，看他吃啊牛排，再多煎一块，多煎一块，哇，5盎司不够，10盎司，15盎司，一次15盎司这么厚给他吃，15盎司的牛排给他吃一餐。那个牛奶呀、啊。已经不是倒杯子了，一家人是拿来咔咔咔咔咔咔这样喝的，就是这样子养起来的。人家去麦当劳吃一个 hamburger， 一个饮料，一个 french fry， 一个那个什么炸薯条，够了。他是吃4个，炸薯条2倍，那 milkshake 这种奶昔啊。2杯，一餐，是这样把它养起来的，是自作自受，自以为男孩子就是要壮。从小6岁就给他踢球，因为他发生车祸，一脚长一脚短，我们的这种无名、这种愚痴的想法，那个短的脚让他去踢，会踢长，结果没有踢长，是踢壮。就是这样子啊，你怎么办呢？啊，我看过他在什么样子的一个聚会，有人很凶，他就把他拎起来，拎起来，在他前面拎起来，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哎，真是没办法，这样子你都能够修到，他对你说谢谢，感谢你。有这个智慧来谢谢你，而不是来仇恨你，要干掉你。刚开始是这样，所以呢，完全是在我们这条路，你以为修一下，你以为做几件所谓的你认知的功德，你就想怎么样了吗？不可能啊，我投资了20-30年时间了、啊、才换得他去年跟我讲感谢，
感谢妈妈，你没有放弃我。讲这一句话，从来没听闻过，突然之间特别飞到台湾来跟我感谢，他今天有的这一切是奇迹，他所获得的这一切，几亿人都得不到的机会，感谢，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是后面有个妈妈在支持，当然他不讲修法回向，因为我说什么都不会，就是修法回向，就是这样讲，不管什么事，就是修法回向。好像庙行在哪里，庙华在哪里，甚至于庙正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嘣，我说好，我会修法回向，就这样。你们讲了不管什么，我就是回答一句话，我会修法回向，就是这样。然后你自己也观想，师尊或本尊，佛光铸造你，然后让这件事情或这个人事或怎么样，能够来化解，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所以不管你们得到什么感应，我都会讲，不是我，是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这么诚心的修持、念经、自己念咒、自己做功德、自己化解，不是我。你不做，再加持你也没用，一个风吹就过去了。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肝肿瘤，得到感应。一时不可能永世的，是给大家一个明白。好，我小孩子确实他现在不错的，现在不错的，有他的权，有他的钱，但是我不会说因为我儿子今天达到了某一种的权势的身份，我这个妈妈就翘着二郎腿发抖，抖来抖去，嘿，儿子啊，来呀，来呀。不是的，那是他，我是我，我照样还是走我原来的路。你有智慧，你有福分，你要为你自己添加一些什么功德，广结众生缘，我有这个机会等待给你。我不会跟他开口说，哎，我现在需要钱了，赶快赶快拿一笔钱来，哎，怎么样，不会的。这是要你的智慧跟福分，你才得得到。机会过了，你想要得也没有啦。所以我是这样跟他开解的，随你呢，就是这样。好，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一切还是靠自己，自己吃自己饱，自己的问题真的自己要面对解决，最多就是你很诚心，一直观想这个光铸造，黑气一直出去，灾难一直出去，疾病一直疼痛出去，就这样子了。然后你真的一直这样努力做，铁杵磨成针啊，勤能补拙啊，这都是我们老祖先讲的话，没有不可能。只要你心里愿意，什么事都可能，都可以的。这就是我的认知，所以我是这样子走出来，这样走出来。然后小孩怎么样，我尽我的心了，该怎么样随缘了。他们也知道这个妈妈不是自家的妈妈，是众人的妈妈，已经不是他们小小的家庭的妈妈了，所以现在长大了，三个小孩也是一样会有不平的情绪。周师兄没事怨气会发出来，还教他们坏观念，这个妈妈是不负责任的。小孩子也会有反感，但是现在都大了，大学都毕业了，都在社会做事了，遇到了人生的种种状况，个个都从内心里会发出来。这一世有这样的妈妈，太骄傲光荣了，共同都有这种信念。一般的妈妈只是在身边叨叨念念，煮饭啊，添衣服啊，总有，但是没有一个妈妈是这样子的，把所有的众生都希望他们好。但是我虽然没有
一般的在家的照顾，但是他们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用另类的方法来照顾他们。所以当他们跟我讲，我都面带微笑。你有智慧，因为我们修法回向就是要他有智慧，智慧增长才会体会，才会了解。你没有智慧，你百做百说都没用。那智慧从哪里来？从光明产生的。因为他们现在无知无明，才没有办法去想。光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福一直补，福一直补。只要我做过的，他们都有份做，都跟我同时做。啊，所以福分增长，智慧增长，就想得到，就做得到。就像我们最近四月底有一个活动，是在圣地亚哥妙华主办的一个外国人的活动，是游行的，是女人节，女性节。那么妙华就把我提升上来，接受这个女性值得她受奖的这一个资格，因为我为众生、为世界、为天灾人祸的付出，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提升上去，他们认为我太值得颁这个奖，这个代表女性的一个成就奖，所以呢，请我去得这个奖。那我就告诉学校、学生、行政人员，也告诉法师，一起去，好，花车游行，学生在台上表演，播这个佛种，结这个佛缘，啊，让师尊注定放光加持台下的人，过往的人，手一挥跳大悲咒，全部都是千手观音菩萨的光明，好，来加持铸造，在台上或在上就念四皈依咒，有几万人这样，太好机会了。你有什么机会去这样子做呢？以前我在的时候，早期都一直安排这样的机会，让学生法师同门走出去。但现在我比较没有那个时间，他们也没有主动，就没有去做这些结缘了。所以现在又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希望给他们，可是很没有积极的，他们有这种心态。所以呢，我前几天就跟妙华讲，我说不去了，因为大家都没有这种积极的心态，觉得老了啦，觉得说哎呀做不动啦，有的法师同门义工啦，觉得那么远一趟路，十个小时开车去那里干什么啊，这样这样那样，所以我就说不要去了。结果这个时候呢，昨天妙行打电话给我，他还不放弃，因为跳这个舞是请他帮忙调教的。妙华没有跟他说，妈妈说放弃了，他只是告诉他，最后完全看你了，你觉得要做，你就训练，你就担待，你就联络一切，你要租巴士，要花车，要走路，要表现，要台上，这种种一切你都要负责，因为没有人做这个事。那么他仍然不放弃，因为他知道我的心意，让这些学生走到人群里，让这个真佛光明去普照众生，让大家去结一份善因。他们以前就是都是我这样让他们出去结了这么多的善因，广大的这种众生缘，所以今天都能够站在其中，站得挺要，能够做事，自利利他。所以他希望现在后面的这些学生或是法师或是义工能够这样机会，他们了解我的心，所以妙行不放弃，还在尝试挽救，还在训练，看能不能啊，能够做得到。因为妙华很有压力，他因为私心的关系啦，整个讲起来希望我们受到大家的注意，所以
把我们排在最前面，然后最前面的主要的舞台有三个，排在最要的舞台，然后在什么地方呢？在所有的全部游行完的第二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歌星，有名的歌星一哈唱半个钟头，再来就是我们了，全部都是专业人士跳的，花钱请来的，其他两个舞台都是啊各个要去比赛的啊自己本身想去的，他把我们排在最主要。我们那些学生，不像当年莲存法师在的时候呢，每天都练习的，常常表演都练习的。现在没有这种专人，哇，荒废这么久，有的根本还不会怎么练习，而且专业。我们那些学生能算专业吗？根本小指头都比不上，所以妙华很大压力，很大压力，在打电话跟我讲，我一时想帮助这个学校，一时想帮助这真佛宗名声出去，我忽略了，你们都不是专业人士，那如果排在这种主要的地方、主要的时间，结果出来那样，以后他就难做人了。我一听到这样说，那不要了，不要我们搞砸，也把你拖下水。我就这样讲，结果他们还不死心，两个姐妹还不死心，这余留最后的机会，一口气还想去救。我说算了，不要了，不要了。那他们两个姐妹昨天还在打电话，妙华表面上说不关我的事了，妈妈说不要了，我也不要了。现在是妙行，结果妙行说不是哦，姐姐跟我讲说看你自己啦，一切就看你的啦，能不能做得起来，能不能做出这个活动，能不能让最后的众生也许还有这个机会，就看你的啦，学校的功德力能不能最后再具足，就看你的啦。那妙行就还在尝试中，昨天还在跟我打电话，老天呐，你们看着办吧，如果那一个地区那一天的众生缘有这样子的福报，自然就能够得到这个机会，那如果没有也没办法了。如果这些学生好能够试出这样子的一种因缘，让他们来世跟几万人都能够结下善因，那也是看他们了，我只是尽一份心了，我就是这样子，就只有尽一份心了，对不对？我们是想尽办法要去创造这个佛缘给众生，想尽任何方法都要去创造这样子的一个真佛宗派宣扬的机会，想尽办法在这样子的没有佛教的地方去做一些影响的事情。可是大家都这样子死死的，啊，说也推不动，那推也不愿意走。你说修行不是只有自己关起来，像我们躲在乡下这样子的，你还要走出去的。1994年。在细枝雷门寺，我一直在想，难道翁咕噜连生 City Home 只有躲在自己的家里念吗？只有躲在道场的楼上吗？因为几乎道场都在顶楼，违章建筑盖起来的道场，家里的哪个发心的或是哪里，就只有少数人听到吗？不能有这样的机会让大众听到吗？所以就借由新竹城隍庙绕境的因缘，出去接上100多辆花车，去唱诵翁咕噜连生 City Home。 真的，我看很少人这样，最多就是办一场活动法会。你在绕境的时候、绕街的时候，才让大家都听到啊，那一种气势、那种人群、那一种咒音。
然后法师们去托钵去结缘，同门义工去给予派发这些宣传单，真佛宗简介啊，莲花童子的心咒是怎么样搞王经，哇，20年前我们都曾经这样做，都感动老天呐、啊！暴风雨，这个暴风圈的全台湾，连续2-3天都是这样，竟然能在我们要出行前全部雨停掉，而且只有停新竹我们要绕境的地方，全台湾是还是在暴风雨当中。我记得很清楚，我跟老天借3个小时，让我们有这么心要去跟众生结缘，请给我们3个小时停雨，在新竹内明堂点2头香，一直求，求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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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就拼命求，你说话啊，告王观世音，你答应我3个小时不说话，慈悲观音哪一个？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在后面看我，哇，一直求。我不是为师的，我不是要来怎么样的，我是为公的，我是为众生，我是为真佛宗，请给这个机缘吧。哒哒哒哒哒，就只有城隍爷绕境这样子的民俗，我们才有机会借用。带着8大本尊，带着10尊佛像，音乐麦克风一放，就这样子啊。记得那时候我们家3个小孩子也回来。哇，那个真武龙师兄他家有那个什么电动车，有10辆，大家还开在里面哦，也当一个花车在走。真的，如果那时候你们那时候有参加吗？还有人在吗？一个啊，有一个人，还有谁？2个，还有真武师兄3个。哦，20年了，你们还有人在，还不错，很感应的，真的很感应。人在走，天在看，一句话，人在走，天在看。3个钟头，哇，我用冲的，赶快呀，大家还慢慢拖，我走前面，上了香马上坐车就走，让车子开快，因为3个钟头而已啊。中间1个钟头雨又下来，我说3个钟头不是一个，我还特别指老天，又收回去了。那就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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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七个庙寺，哇哇，全部结束了，雨才来，太棒了，真的就为了让大家能够听闻嗡咕噜连声悉地吽这个咒音，我们一直在尝试做任何可以宣扬、可以帮助、可以听闻结缘的众生的机会，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作为，跟这样的示范都没有办法引起共鸣共识，那也就是随缘了。有机会给你做，你不愿意做，那我也没办法讲了，那我也没办法讲。所以幸好我们家小孩从小在身边看我这样子一路走一路做，也会解说，他们完全清楚，完全知道我的用心，完全用心，啊，好了，高王，观世音菩萨，请帮助真佛宗吧，能够救度众生，脱离无明苦难了。目前的末法时期，就只有真佛宗、真佛密法了，一定要世世代代传流下去，才能够完全解度。好，我们。也许这一世过了，还有一段时间才会来，但希望真的有智者、有福者能够继续传流下去，所以等到我们再来可以继续再发扬，请帮助这段时间，也请扶持第一代的真佛弟子、真佛行者，个个能够有智慧，个个都能够清醒，能够把握这一世来到娑婆了解的使命任务，该做的事。那祈求高王观世音菩萨、七如来放大光明加持助照。
Om Mani Padme Hum。好，开始。Thank you。